在变身中进攻，全力放手，指令带动节奏，在大地上冒险，迷林疾走，再飞到天空去遨游。感谢拥有你充满勇气的眼眸，让我能够把信任力量抵御心头。我的朋友，彩虹下并肩去战斗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上下左右挥动你的双手，指令发出了箭头，强大的指令机蕴含着神秘的力量，这力量似乎与指令宝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天乐众人来到了彩虹国，遇上他们的指令宝贝，并且决定一同化解彩虹国的危机。指令宝贝战斗出击，危机必须集齐所有彩虹宝石，成为指令勇者。天乐众人就踏上了收集彩虹宝石的旅程，但在途中居然出现未知的对手小帅军团。看来集齐宝石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啊！各位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为了拯救彩虹国，让我们一起收集宝石，成为指令勇者吧！上一集继续朝着打倒黑龙王之路出发的天乐等人遇上了粉红宝，但在面对敌人短脚马时，粉红宝却出手帮助了大家，救了美美。最后美美接受了指令机的力量，和粉红宝成为了拍档。小明，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到下一个村子？让我看看。依我推测，我们大概还要绕三个弯，过两条小河，还要……看来是不是别抢了？别跑，别跑！兔就抓到了。兔大大，快去看看。这里就是迷城村了。哈哈，终于找到了，太聪明了。天乐，快点，快进去看看。这里是迷城村，只有猜对谜语才能顺利通过关卡。猜谜语？哎呀，猜谜，我最拿手了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不就是猜谜语吗？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天乐的。谜语来了，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那还用想吗？是两只小白。回答错误。答案当然不会这么简单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
一只长大的小白。哇，小明，你好厉害呀！哼，凭我的智慧，这样的谜语怎么难得了？回答错误。我怎么会错呢？是小白兔。回答正确。什么？这样也能答对？城堡像我一样聪明。来，我们走。我们已经在村子里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呢？好恐怖啊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大家不用怕，我是不会害怕的。准备战斗吧，红宝。不如是村民。失误，我要失误。大叔，我有面包，你快吃吧。好吃好吃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。你怎么会饿成这样啊？我是这儿的村民，本来出门给孩子找吃的，可没想到在这迷宫迷路了。迷宫？本来迷城村的人都非常热爱迷宫和猜谜语，可是狸猫一夜很笨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跟他玩。自从世界被改变后，一夜也变了。他为了报复大家，把整个村子都变成了迷宫，还把我们的猜谜奖杯啊都抢走了。这么说，刚刚一直让我们猜谜的声音就是一夜？要走出村子就必须猜到他的谜语。可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了。回不了家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要让村子复原就必须打倒一夜，可是他住在迷宫中央最大的树屋里，根本没有人能到那儿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收拾他的，你就安心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太感谢你们了，你们真是好人呀。就是这几个小子打败了花心蜘蛛他们，这次经过迷城村，你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。是。如果这次失败了的话，一夜我就将你做成狸猫火锅，你知道了吗？是。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当然，风暴领主日理万机，肯定是要和黑龙王大人商量统治世界的事情吧。不是比这更重要的事。我是在想今晚到底吃西餐还是吃中餐好。又是死胡同。我们还是找找别的路吧。这辈子你们都别想走出这个迷宫。是时候尝尝我的厉害了。怎么回事？是地震。迷宫的秘密，这些指示牌用来骗我们的。
粉红宝的少年时段不能撑太久，我们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啊！啊！哈！我有办法了！这次一定是我赢！这世上猜谜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了，连这里的领主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你说什么？比我还厉害？嘿嘿嘿，我这儿有一道从来都没有人猜中的谜语，你敢来猜吗？你当我是傻瓜？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！粉红宝，你怎么样了？粉红宝，你真可惜啊！看来没有人能猜出我的超难谜语。风暴，你还好吧？风暴，快说，以我猜谜之王的名义挑战你的超难谜语。哼，一夜果然上当了，红宝，机会来了。你们刚才攻击的只是我的分身，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击败我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我要把你们都关起来！嘿嘿，到时候我超难的谜语。哎呦！会解开你的超难谜语，到时候我就是天下无敌的猜谜之王了。你把村子变成这样还帮坏人做事，你不配做猜谜之王。你知道些什么？以前村子里的人都瞧不起我，可现在我出的谜语他们都回答不上，所以我才是真正的猜谜之王。你不是，因为村里的人从来就没有认同你。反正你们很快就要被送到奇岩城风暴那里去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怀疑我的能力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没有办法逃走了。红宝又不知道在哪儿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不露，那边有声音。这是什么？等等等等，找到你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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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吵了，不然把那只灵猫叫来，大家都跑不掉。现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办。就算他们全都不认同我，可我还有这么多谜语大赛赢来的奖杯呢。是谁？被发现了！想拿走钥匙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好好教训那只可恶的狸猫，教训他，不露。
想离开。快把世界上最难的谜语告诉我！来得正好，我们战斗吧！指令宝贝，战斗出击！你们把谜语告诉了我，我也不会放你们走的，因为你们竟然对我的奖杯下手，不可饶恕！这就是我的终极绝招，疯狂钻地牢！大家快闪开！不怕，绿宝，钢齿动力斩！臭水弹，你们是不可能躲开的。妹妹好臭，我的裙子，我的头发，我的脸，粉红发，给我扎住这个臭女的！枪、电磁弹，来！大家一块玩猜谜，当然我们是勇者嘛。没错，帮助你们是我应该做的呀。你们下一站就是奇岩城了，住在那里的风暴就是第一阶层的大首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凭我的聪明才干，一定能让大家平安无事的了。好了，我们还
是赶紧出发吧。嗯，我们出发吧。嗯，再见。下一集，天乐他们终于要面对森林之城的厉害的敌人风暴王了。风暴王不但有强大的力量，还有风一样的速度。最后，天乐等人能不能打败这个强敌，继续向下一个大陆前进呢？敬请留意第六集。